模有六大重要的品牌，从东台金基、农田金基、亚太金鹰，然后还有我们两个国外的品牌啊 ，PCI 跟 Anger。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台湾的一个车床的公司叫华泰金基，这六大品牌呢构成我们东台集团的主要成员哦。那整个集团最重要的核心其实是以技术为主，就像我们东台的 slogan 一样，东台 technology and trust。所以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技术的核心，我们客制化起家的优势呢，博得客户的信心。那我们的明星产品，那大概有应该说有两台啦。那第一台是所谓的卧室综合加工中心，就是 SH4000P。那它的优势在于说呢，它的设计的结构可以让那个排屑的效果达到95%以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力之外呢，它的那个主要的一个优势也是它是专门也为汽车产业还有铝件。所谓铝件加工做的一个设计哦，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轻量化是一个趋势，那所有的车子也好或者是什么都往渐渐都要往轻量化的材质去走，所以我们机台的设计也要 follow 这样的一个趋势去走，那所以这是这一台最重要的一个优势之一。那另外当然其他我们这一次还有展一个像一些五轴综合加工中心哦，或者是一个叫做立式加工中心，就是一个标准机的一个产品，那他们其实也是结合了高效率的一个加工的能力哦，来做一个搭配。所以以上大概是我们这一次谈委的主要机种的介绍。那东台整个集团呢，其实也希望在2020年哦，有一个双倍的成长哦。我们有一个这个目标叫做 Double 20哦，就是营收双倍，然后制造服务的那个营收来源要大概20%。那我们也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在于说在它的内需还有它的汽车产业。那所以呢，东台集团目前旗下虽然有六大品牌哦，那其中有三大品牌叫做东台金基，然后 PCI 法国的 PCI， 还有奥地利的安格，主要都是在汽车产业的一个加工能力的一个设备哦。所以我们其实未来的五年呢，在汽车产业会努力的让汽车产业的客户呢，可以来东台就 one stop shopping 啊。你想要做引擎系统，你要做刹车系统，你需要那个车模的部分，都可以来找东台集团哦。那当然了，我们其实也是幸运的一个叫做工业4.0智能化 ，OK， 智慧制造这个议题呢，东台其实也发展了一个所谓我们的智能制造系统。那这制造系统以后，它其实就是算一个像一个软体一样，会映射到一个我们的那个PC 的一个架构上。让客户呢以后就是使用机器方便，然后最重要其实我们的理念就是像希望让客户赚钱赚得容易赚得轻松。